余华，我这菜做的如何？满目春色，还有荠菜煮鸡蛋，都是三月三该有的样子。家常菜。我呢，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，就像他们一样。你、余华、陆石，都是我的家人。家人，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，哪还有国？哪还有家？ 我们一定会等来和平的那一天的。羽林卫奉旨大人，陛下真的是要大肆征兵，讨伐北猎吗？所谓战争，不光是对敌人的战争，更是对我大圣子民的战争。于公于私，我都应该阻止陛下的行为。若陛下听了你的劝，不再穷兵黩武，大肆北伐，你是否愿意离开靖华楼，离开江都，与我结庐南孟湖，相守下去？ 穆公子已经清场了，陆姑娘正在大堂内等候。你俩在门口守着，本公子与陆姑娘相处期间，不准任何人打搅。大胆，公子恕罪，公子恕罪。穆公子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算了，滚！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陆姑娘，朕来赴约了。